吃鸡出宾利扯皮了，这谁能想到啊？我去，天悦，现实中咱高攀不起，网六上咱必须虚拟。大家别说了，带妹开敞篷，商务开飞驰，越野开天悦，装逼就开这巴托尔，没毛病吗？全整。别一颗星，不是哥们儿，我这好久没抽了，你就一颗星一颗星的给我涨啊，兄弟，你这53次53点去，你再给我涨一颗星，咱试试。他真想给你支棱一下，紧搂他，成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哎，这能过？哎，不是，都停了，哥们儿，你这你能过？给你脸了，给你脸了，来两个，给你脸了，给你脸了，你看，这不跟刚才一样吗？你这是要干啥呀？等会儿啊，我捋一捋啊，刚才咱们普追失败了，这次咱们直接追加，涨一颗星，真的不玩了，涨一颗星，我直接不玩了，我退赢啊！来，不是一颗星啊！马哥，你这个老些车，12个车币算两颗星了，你给我点机会不行吗？转！哎呀，我真是，我再来一轮啊！啊！不是你把这个运气给我使到这儿了是吧？4、5颗星的时候你不使，一颗星你上来给我来仨，你这么玩？你妈呀！啥意思呀？搂他，搂他，必搂他，满住他。你再找一颗星，你再找一颗星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三颗，你再找一颗星，咱俩直接就三。哎呀！白哥，我知道为何不出了。你看啊，咱仨这气质，像开宾利的人吗？穿的都是土不拉几的，这衣服就根本气质没达到人的标准。对，好马配好鞍，没错。兄弟们，等我换身衣服去啊，这是有点黑。我同意，你往我脑袋摸啥？摸你自己呀！我寻思给你。摆个好一点造型吧，好看。高雅，属实高雅。这回像开宾利的吧，来，普通追加。哎！咋这么像我心碎的声音呢？给你脸了，给你脸了，给你脸，漂亮！这是啥呀？啊！不是啥，等，这回普追不能失败了吧？行吧，先给你弟点机会行吧，哥，求你了，两颗星，转，来了，太对了，走，漂亮，就是这种感觉，走，漂亮，这得普追了吧？这得普了，来你点，我给你放半圈。直接给我拉满的，来，这把你要出，你明天可以骑到我脑袋顶了，你也可以骑到我的脑袋顶上，转来了，牛的太强了 ，MVP， 我就说这一身，咱们仨必须开宾利，板正。这普保护一手，保护一手，保护一手，那就是430、450了，滑进去了。万一给三颗星呢？你俩真敢，咋办呀？又普追了，普追。这个机会交给你啊，交给你。这个我看，你看你就牛逼，你六个眼睛。你真的假的呀？你这咋还说戴俩眼镜呢？现在来。讨厌我，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呀，平时都是生点的。啊！哥，我有个大胆想法啊，
咱普一双。你打他，你打他，你呀，你干什么不记打是吧？哎，你怎么回事？你啥话你都敢说？你往这一坐，你这你普谁？我开个玩笑，皮强，我犹豫的，你俩信我吗？我信啊，我感觉这把还能成，两颗星保底，这把不是两颗星，我吃。把臭豆腐直接给我拿来。好，这把没有两颗星，我直接吃一块臭豆腐，怎么样？两颗，怎么样？感觉神了，感觉走，漂亮，必须两颗星，两颗星的涨，兄弟们，什么好事要成双，这把出车我不慌，漂亮，太对了，必须两颗两颗涨，兄弟们，紫气东来，紫气东来，紫气东来，你看来了，来了，来没来？紫气东来啊，太漂亮，来没来？兄弟们，全体起立，见证三出币，三出币，来出币，三出币，你干什么？哎呦，差一点，这咋整啊？这咋整？这咋整啊，马哥？这咋整？这咋整啊？这把熟了，鞋带崩了。是满天星吗？满天星的，满天星。气质，优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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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 B 皇家紫提车，帅。宾利三 B 提车，三 B 提车，还有啥？还有个天悦，天悦三 B 提车。完事了。这我感觉就应该平时提一下好了，这是个感觉。别叭叭了，这我跟你说，这咱不进游戏装啥呢？整整。哎，这个。宝刀未老啊。我整个死他们，雄风不减当年呀、啊！必须干他们！漂亮！怎么说这波？滚！好太润了！看啊，我看啊！漂亮！对，怎么样？不愧是大哥呀！我提一句啊，喜提兵力，无往不利。好，说得好！看看人家这个。我也提一句，无往不利，干谁谁积极。我去，哎，你们看这个宾利，刀锋轮毂，它倒着转，好车轱辘都倒着转，看见没有？这么细节吗？你看它是不是倒着转？看，我去，我去，我真帅，这红色真帅呀，这个颜色好看。嗯，看了这个女团衣服了吗？就这几个女团衣服，明天偷女团衣服啊，准备女装你俩，咱们不帮抽。今天囊中羞涩了，先不出来，明天咱们接着抽。那我家这好像有点事儿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先我先撤了。阿妈怎么了吗？把女装明天带来啊。